习只要是真正的，就像这次王毅到俄罗斯跟普京的电话已经摆明了，所谓十二条就让俄罗斯投降，美国投降啊！你不投降，那我就整你。俄罗斯侵略的是乌克兰，他让人家乌克兰保证俄罗斯主权，你这哪有强奸犯要求被强奸者保证强奸者的快乐和强奸者的权利？因此他提出了十二条，如何保证强奸者必须得到被强奸者的权利和快乐，而且合法性，而且要让警察、法官的同意。这个强奸犯必须得到这权利，这个所谓要当的调解人就是这个共产党王毅，不但要你答应，还有一个更夸张的事情，我习近平现在要访问俄罗斯，访问俄罗斯就是西方说你不答应是吧，被强奸犯你一旦不答应强奸犯所有的十二条，然后来了这个调解员就要开始说，我提供强奸犯更牛的武器，可以麻醉你的神经，可以要你的命，甚至把你粉身碎骨，无人机、各种战略气球、中国所有的武器供给，后勤保障，甚至派中国人民解放志愿军志愿帮助俄罗斯直接参与乌克兰战争。记住啊，无人机、战略气球、导弹、通信技术，然后解放军、志愿大军，直接把瓦格纳雇佣军直接给他解散，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，瓦格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混合体。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啊，那时候共产党不就完球蛋了吗？